刚才是田娃提出来的这个考题，哎，接下来按照顺序来到了王金龙这边，你会选择什么类型的女孩做你搭档？其实吧，说良心话，今天来了吧，我挺闹心的，嗯，选了好几回了，她一直也不选我，不行，哎，但这回我还想选她，谁让我就看上她那腿了呢？米娜，我就希望米娜。能咔咔给我来一段赵四的舞蹈就行，我来一段舞蹈，赵四的舞蹈，米娜来一段舞蹈，不也会跳吗？你这怎么？那你这看也好看的，那你让咱俩一准跳吧，那他们俩来都来试一下，一个一个的给金龙好好展示一下啊，也破课一下，也破课一下。那我们先让米娜来吧。好啊，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按照刚才王金龙他的选择，哎，是不是娇娇要出来 PK 一下？对呀，娇娇来，有请娇娇。哇哦，啊，哎呀，就是谁不会跳的了，来给我连两个舞蹈队，有没有啊？你也要舞裙啊？来两个 dancer。这俩，这俩行啊，这俩，这俩研究生毕业。谢谢观众粉丝，你受苦了。最后还有一个最酷的动作，我练了一下午了，朋友们，我必须给你们展现出来。这也不能跳了，头发掉了。主要，
俩伴舞，这俩伴舞，咱俩伴舞伴的有点不对劲儿。伴舞最起码你得整点人家，你跟街舞那动什么咔咔，就是这种咔，就是咔咔，就是。咱俩他妈做操了，那你街舞像他妈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街舞也得人哎哎，人家是这玩意儿，哎哎哎哎哎呦，还有。晚了，这头了，这对，成了你俩 PK 了，这舞蹈。